啊，说实在，钱财不是不孝子孙嘛，写有尿尿嘛，对不对？那说修行里面，真正要大家能够，呃，得毕竟解脱啦，有智慧啊，还是要真的是普及啦。如果有多余的，那我们可以去帮助贫穷的人、需要的人，自己内心也能够去得到很深的体会。这过程一定是这样的。 那经论里面在讲啊，《地藏经》里面在讲啊。那如果说我们自己懂得去救助众生啊，帮助做什么功德，自己在做的时候是自己六分嘛，七分得六分嘛。那你回向啊，给谁的时候，为什么人而做才得一分？啊那我们来加减乘除一下啊。刚刚在讲的这个旃檀香，后来不是他会懂得去布施啊、供养等等，回向给他爸爸。 对不对？那他得几分？他得六分嘛。他爸爸得一分嘛。那如果这个男陀自己来做的时候，男陀自己在做留保留，也应该保留的给他儿子嘛。因为人家讲七系得了，对不对？太多了吧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他自己做的时候，是不是得六分，儿子得一分？是不是这样？然后儿子也才不会很懦弱啊。反正他儿子也够啊。 所以有有些时候，有钱人的想法为了保留而保留，哎，但其实自己智慧或是功德力、福德什么都不够，还真的是没什么很大的意义呀。啊，那每个人如何从这里面去懂，嗯，就看每个人怎么去延展这个法义。那我们来讲哈、哦，刚刚讲眼盲啊、心盲啊跟聋啊。 如果我们不想听，然后我们也不想学，那等于关起耳朵来嘛，对不对？等于关起耳朵，来生来世呢，这个听不清楚也好啦。啊、嗯，那、哦、那让你就不要听，因为你习惯就不想听，那就听不清楚，也就这样了、啊。那现在我们来讲这个口业啊。 口业音就是声音浑浊哑，当然就发不出声音来。那这个音哑，是因为毁谤三尊，轻毁圣道，论他好丑，就是谈论人家好不好，求人长短，老是在说别人的不好的地方，都故意找茬，强诬良善，正极贤人，还会嫉妒。 憎恨，这当然就是阴阳。反正所说都没有营养的东西、哦、所以像这种啊口业上面的东西呀、啊，哎、嗯，应该是没有别人可以替我们造。我们在看这个因果业报，没有人可以替我们造这个业报、欸，哎，都是自己造的。啊、這個，这个这个口业哈、啊。 进入这个阴阳之前，我们是先讲口业，《地持经》《地持论》里面讲两舌哦，两舌，两舌果报很恐怖呢。两舌就挑拨是非嘛，挑拨是非能令众生堕三恶道。那如果你出生为人，你就会得两种恶报：第一个，必恶眷属，你的眷属啊、哦。 都是一些比较丑陋的心态，不是好心肠的，必恶的眷属。第二个不合眷属出来，对都是不会平和啦，嗯嗯、因为你两舌啊。嗯、那为什么讲说两舌会让人家堕三途苦、三恶报？第一种就是你两舌，那让人家离人亲爱啊。 人家好的啊，你给他挑拨，那挑拨到最后，彼此产生恨嘛。然后最后呢，真的你在死亡之后，这些石像都会还回来，嗯、都会还回来，然后自己让人家受这种苦，到自己最后也会受地狱苦。那如果你两舌，还会出生。 出生啊、呃，到畜生道去。他因为你喜欢斗乱，你的性格如此，性格如此，那有一些就是呃动物啊，它就很很很爱斗。有没有听过一种叫拳叫什么獒拳？他他不可能输的啦。那还有一些动物，它就是只要在一起就是有地盘嘛，然后就是一定要。 排斥他人，那有的动物哦，你出生在动物畜畜生，有的看到人就躲，看到什么就躲，因为你如果两舌的话，你都怕另外一方去发现事实嘛，这边也要讨好，也要说那边的坏话啊，那边也要讨好，那说这边的坏话，那最后自己四不像，所以都要掩盖，都要掩饰那个非真。 所以那种两舌的果报很恐怖，女人哦很多爱两舌，这两舌是为了要出卖别人的小秘密，来博得你我之间的这种这种友情，然后说别人的话坏话，来来表达我跟你很忠心，你讲把人个带几万人你我那天，这哪门子的修行？ 这很恐怖啊！只要一个在在一个团体里面，两舌，这边说说，那边说说，这边跟这个人就说这个人好，跟那个人就个说那个人好，这这个人就产生那个人对那个人的敌对，说他不好啊，这个人就产生那个人的敌对，就会分裂嘛、啊，对不对？像这种哦、喔，很糟糕，那果报很不好。那如果说你两舌，然后又很迁疾。 又很悭吝，又很嫉妒人家，哦，那你自然感得的这种必恶眷属啊，你的眷属里面一定是一样的这种人。那要不然就是他会说你的不好啊，你会说他的不好啊，那彼此之间就是会有亲朋好友也不和，因为你就容易挑拨嘛。那这种这种恶报，两舌之罪啊，那阴哑。 这个再来里面呢、啊，两舌里面呢、啊，如果你的言语又很粗恶，口口业啊，言语很粗恶，会不会堕地狱？会呀、啊！我说一个我小时候村子里的故事。我小时候的村子里面啊，有一个女孩啊，啊，一直红 Q 来，所以也名叫做阿 Q。 真的叫阿 Q 啊？那这个女孩啊，长得其实还 OK 啦，蛮端庄，很乖。Q 来，啊，在海边嘛，她就很努力去晒鱼干啊，捡贝壳啊，卖这种东西。她刚刚拍到哦，哦，金哦，金这样。啊，她的先生就是出偷害人。然后因为。 阿 Q 来的，当然嘛是甲自,自己的看袂歹啊，甲自己儿子配一对。啊，这阿 Q 真乖啊。啊，有一天呐、啊，因都讨海人拢爱跋筊，知影无？无出海时阵，就是拢跋跋筊。啊，啊，就跋筊人来讲啊，紧倒去，紧倒去啊。啊，有个人讲紧倒去，紧金登去。呃，新航路，新帝谷啊，恁阿 Q 咧等你。 然后，其中就有一个，共刚咧，跋筊诶，伊讲下面转去啦，下面着甲力啦，听有无？啊，下面转去啦，下面掉咖力。哇，有一工对恁兜遐贵吼，恁阿舅在咧，甲人，怎样讲？这些无好听。哦，恁阿舅咧，甲人拍、哦、车恁。 伊就讲安尼，就是其中一个独友，哦，这个因这安好笑人哦，伊、喔、就很生气，就站起来，一动导，刀，该拿阿 Q 他妈脏来，然后该问你到底个虾人打？家兵，每天打，每天就打，每天就要盯着他，因为出太阳、啊。” 出来是晚上啊，天亮才回来的。然后每天打，就每天怀疑他。那个阿 Q 到三十多岁的时候，真的是啊，我准啊，他刚做八点，恐怕。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得肝癌，死掉死了。你说他甘愿吗？啊，这个两舌的这个。 这个粮食的。阿、啊、妹丢咖你啦，你拿阿 Q 人怕啥这说是什么话？这说是什么话？这会不会让人家下地狱？那个阿 Q 是不是含冤而死啊？他自己以后会不会下地狱？那个女孩、啊，那个阿 Q 怎么解释都没有用啦、啊。他怎么解释都没有用。伊阿美赛都也可以出胎啊，因为船呢、啊、是不可以在女人的。” 这个是渔村的规定啊，所以两舌会不会让人家下地狱？自己果报会不会下地狱？会呀、啊，二口两舌啊！那村子里的人都觉得这个女孩是很乖啊，而且家里还有婆婆啊，咁大家都青眉都看无？不可能嘛！所以哦，这种恶口让人家斗乱残害。 这比拿刀杀人还恐怖啊！<laughs> 是不是中两舌跟恶口？所以哦，经典里面讲啊，如果以后自己剁畜生到里面啊，把脚卖旁啊，然后梳臂上皮呀、啊，就是会被人家 <laughs>。 切啊，斩啊，怎么样啊？这样于狭节中啊，受诸苦恼，受苦既毕，还有无量的生死，四之不惧，一样啊。所以你两舌啊，加初恶的恶二口啊，造作啊，很恐怖。他说、哦：果报自己的果报，你要两舌啊，恶口啊，就残害别人的时候啊，最后会烟月掠意，烟月掠。 略意啊，这是古时候的刑罚，就是把两只脚截断，然后把鼻子割掉，刑还残毁，然后鬼神不畏，人所轻弃，这残害众生，这是口业，口业的果报啊，很糟糕。 这个阴雅当然是口业啦，我们就是把口业的说出来。二口的罪也是一样啊，二口还有刚刚是不是两舌？他、啊、现在讲二口有五种罪，他二口也是会让人家堕三途苦的呢。那如果你在人中，你如果出生在人里面，你有两种果报：第一种常闻恶音，你就是常常听到不好的声音；第二个。 所可言说很有争送你说出来的东西，常常人家就会跟你争吵。这是过去生过去是有恶口，这是恶口。那恶口哎，为什么会堕在地狱？因为你害人，害人，那人人家听了会痛苦嘛。所以你自己以后他也会粘着你啊，让你堕地狱。那为什么恶口会三途苦会出生？ 畜生，因为恶口骂人然后骂人，啊你这特死，阿个刚好阿爸给你做特死，你不是人，我看阿爸唔是人，对不对？我们恶口的时候说，哦，妹妹，我还记得以前家里有一个老人家哈，伊、喔、拢爱讲你，你笑哎、欸，他每次都这样，怎么样呢？你笑哎、欸、啦，你咧笑，我咧跟你笑。 他就每次一直骂人家笑，后来他到生病的时候常常笑，嗲嗲笑，真的，有时候他就两三天，然后神识都不清啊，他都自己都不知道。当然疾病啊，也有是疾病，但是他就是一天到晚就爱骂人家笑。哎，你那谁谁谁那马工，你笑晕了啦！你 <laughs>，人家小，就骂人家是疯了的小孩。 这 <laughs> 果报会在自己，对不对？那恶口有的时候，恶口是因为牵贪，他不要人家索取，或是分给人家，所以他会很牵令，然后会恶骂。那这种呢，自己以后，因为你牵令嘛，你悭令，你的果报是在恶鬼啊，悭令啊，就在恶鬼，所以恶口。 是有很重的果报，常常也会跟人家有争吵，这种苦，听一听是不是？哦，原来这一愿里面就好多好多的内容哦。那药师佛应该不是只是救助这些，他一定会把道理说给众生听嘛。那众生听了之后，才懂得去改变。那我们刚刚哦，刚刚有一个漏讲盲，然后聋，聋还没有讲聋哦。 都是过去嗔脑而怀邪僻，不信正道，就是说过去生过去世啊，啊，那你可能就是很容易生气，很爱生气，然后内心啊都不正确的想法，人家说什么也不肯信，亲近正确的言语都不肯学习，啊，然后此生此世就会有很多邪见，哲人听法诵经。 自不参禅，自己也不听，然后也不使用啊，也不也也也不赞助别人啊。这种、啊、来生都是一样，不听不能够听到三宝四谛之声，这是佛法听不到的，因为你过去生就否认他嘛。所以这些都是因为自己不知因果啦啊，行为有错乱啊。刚刚讲到这个口业的恐怖啊。 有没有感受到，原来此生此世有说过口业，造过口业，这口业很容易犯呢、欸。这口业很容易犯，因为强调于自己的对嘛，否认别人的别人的，那有些时候会有一些纷争啊。那、啊、这些纷争其实说来说去，赢在脑上黑啦。口头上赢到底有什么？什你得到什么？ 真正的赢是什么？是智慧啦，不是口头上的那种赢啊，那那种赢，哎，实在是不不用不用去追求的了。所以人家怎么怎么在这上面的一个较量，宁可先认输好了，放弃，不要敌对，那你的心就基本上获得了宁静。 那也不会在这上面浮动，也不会增加对方的要辩解的那种情形。那接下来啊、哦，就是挛跟臂。挛的话就是瘸手啊，就是这个手啊没办法运作。臂的话就是足疾，脚有疾病。那这个哈、哦，世尊就有讲啊，他在经典里讲啊，他说哦，搓肉。 为偻啊、哦，这个字呃，抽搓肉为偻，就是有的人呢，他又有手的毛病，脚的毛病，然后呢，身体就萎缩啊，或是这个弯腰驼背呀、啊，啊，这些都是因为他恶口，他恶口，然后说话的东西呢，说出来的东西都尽说一些没意义的话，说话都说一些没意义。 然后自己又生骄慢心，所以死当堕束缚地狱，然后受苦罢了。之后就出生在畜生，出生在畜生中啊，唯念水草，不是父母恩养。因为啊，他都是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。外人公为就那边要讲台湾话讲足垃圾的啊，阿外人讲啊一挂五四三啊。 嗯，那就说一些都没有意义的，每天呢不知道在干什么。然后他以后出生到畜生，就茫然无知嘛，所以每天就只想要吃水草，水草，水草，然后果腹，不是父母恩养，然后在那个畜生道里面又又当很久很久很久。很久 那那些啊吃水草的那些动物几乎都不怎么开口。你有没有听过牛很爱哭？没有，牛很安静吧？羊也不大会吵人。那都可以免个讲啊，那个对了。<laughs> 你都说些没意义的话嘛，所以是？以后就不要再讲了。那果报就这样啊。他说哈、哦。 因为以本因缘，若欲为善，裂富人生。如果说他过去生、过去世还有一些善根呐、啊，还有一点点，然后轮回很很多次之后，哎、欸，还可以当人。可是当人呢，生在边地，而出生在啊、哦、没有很高文化水平的地方，然后不知忠孝仁义，听不到正确的这种这种道理，不见三宝。 听不到可以得证解脱的的这种道理，也没有那种有三宝的地方。然后如果生在中国，有时候真的有佛法的地方呢，啊，自己的果报呢，就是矬漏为楼，人所灵灭，人家就会看不起他，因为他过去很骄傲嘛，这个是骄慢。你有什么好骄慢的？总有一天你的果果报是人家看不起你。 这种骄傲啊，很骄慢的、啊，瞧不起别人，就是因为他过去没有意义的话，而且会调戏别人，说一些尽是没有营养的，然后会调戏人家，这果报就是自然如此。还有一些是称慧嘛，口业里面呢、喔，还有这个软笔里面也有一些是称慧来的。他说称慧之罪啊、喔。 称慧之罪有两种果报：第一，常为一切求其长短；第二，众人之所恼害。如果你过去生、过去世一直一直很称慧的对别人，那此生此世你的果报就是人家就是会找你的茬，你做啥都不丢，你做啥都不丢，安尼啦。然后也会人家会恼害你。 因为你过去给人家脑害啊，很自然的果报就是还复嘛。啊，这种呢就是要好好修啊，人家人没有修忍辱啊，这嗔恚，嗔恚是不会反，这个体性不会改的，一点什么什么就扬起来，嗯、那就什么事情的都都没三红没卡面红供着嘞，没使好人改无同快的意见。 有的人就这样啊，脾气很大、啊、呀，那以后谁理你呀、啊？谁都嘛不理你，然后你就会孤独嘛。然后你有什么，人家就找你查，因为你太爱找人家查嘛。什么都是人家错错错，最后当然人家会求你长短呐、啊，求其长短呐、啊。所以啊，如果嗔恚的话，它的果报称、喔、脑有九大苦呢、欸。 嗔脑它的果报有九种哎，所以贪嗔痴啊，哦，不管你是言辞或是行为里面带着嗔，是很不好、很不好的。话说有一对夫妻哦、啊，他这个老婆脾气真的是挺大的，哎，这个先生也不服输啦，他两个他常常啊、哦，为了一句话，还能挨到牙口。 给他，给他、啊啊，这個、老婆就爱拿刀，你知道，就是菜刀拿着，<laughs> 就要杀过去。这样，他、啊、这个先生实在是，这不知道，安怎麼处理这个老婆啦，因为夹刀啊，他就么，都要想尽办法，这个先生一定要下跪，那个那个刀才会放下来。 你看他们家常演接触的对吧？菜多牙起来，你就要贵了。<laughs> 后来这个先生哦、喔，这个先生就慢慢的不在家里啊，离开家。他、啊、离开家，这老婆就独守空闺啊,啊,啊。他独守空闺，他就孤咖万谈了对吧？心理不平衡，孤咖万谈，就想说你怎么这么负我啊？啊这个先生想说。 你哪一天我半夜睡着睡着，你搞我斩掉！<laughs> 你把切我的头啊？哪里？那生命有危险呐、啊！嗯、哦，他就认为说这个老婆不好相处，嗔谓太重。啊，有有有一年呢、啊，这个老婆得了癌症。这个癌症啊，阿、啊、大先生哦，之前两个就闹离婚了。他每次闹离婚就在想说孩子是谁的。 啊，这老婆就很嗔恚喽，讲你那侬好哩，你干嘛把我给掐伊？意思是说，你男人啊，一天到晚都在外面呐、啊，做生意呀、啊，这孩子给你不就是这个害死他们吗、啊？就是说，你没有权利跟我争这个小孩。啊，这个先生他的理由是说，像你这种脾气的话，这囡仔嘎抓阿爸，妈都只讲一包乖，你个个东西，呵呵，要砍了他。而且小孩子脾气也也可能被你教的要忍住你啊。 那以后可能就是到外面去，呃，凌霸别人啊，对不对？就是有一些关系法，两个争争吵不下。话说是修行解的解解围的。后来他得了癌症啊，他得了癌症嘛，就饱受折磨。他先生就看在孩子的面上，看在他这老婆，就常,常回来看一下，回来看一下，回来看一下，就在谈。 在谈这个孩子归属谁呀？这老婆还在争啊我这一孩子要归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阿银阿朵都弄了，一共吼都归你好了啦，都归你，我都不要。那我们离婚好不好？这老婆当然说好啊。好，一直讲你好、哦、先问你妈妈夸买。这个先生就跟他说：“你问你妈妈夸买，用骂的丢 啊，这个老婆只想争一口气啊，就想争个赢啊。参会的人都这样，就想他赢啊，他赢就好了。啊，他这个这个女生啊，就去问他妈妈说：“吼，我要该离婚啦，你那我要请啦，啊，安怎安怎啦？”啊，你妈妈就该看看，你妈妈讲：“你都赢啦，啊,啊，你个命输去啊，搁要赢。” 你都无命，你想要赢啥？是不是安尼？你拢赢，你要安怎？你拖我话话久，啊，你拢赢，啊，你恁翁再去娶别人，啊，再嫁，是要叫谁来请？你做鬼来吃哟！啊，这个女生呢，突然之间。 就想到他一辈子就想赢，然后就在生气，一天到晚就爱生气。等啊等多，你给我给我们等，回家回家 <laughs> 是不是？到底赢了什么？到底赢了什么？真的，他赢好多业障，他只赢了业障。 对不对？后来没有离婚，后来没有离婚，他开始做大忏悔，真的开始做大忏悔。他发现他这一辈子全部只是为了赢，所有的生命的表态就是爱生气，就是爱生气，就在跟人家计较，赢了一生的业障。 后来慢慢修行，在死之前，还真的柔软了、啊，还真的柔软。他生病了几年呢、啊？他先生说：“哦，一过账哪叫温柔哦，才比我还好。”哎，他的父母亲呢？还讲：“哎，你记得，一一叫你笑脸就丢人吗 还是有伊的因果啦。所有的人拢会哭甲累所有的人拢可糟蹋。家己够什么会修通啊？延还有什么好延受的？你拢咒骂别人、啊、你还有什么好延受的？口业不修啊，对不对？ 这听一听，是不是心里很有感触？哎呦，爱羞哦，<laughs> <laughs> 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说啊，这个挛臂呀、啊、背偻、白赖癫狂里面呢、啊，世尊还有讲，他说我们这是什么佛报呢？他说哈、哦，有众生呐、啊，挛臂背偻，腰宽不遂，但是惊咯，这个下半身好像不是自己的啊，上尾叮当啊，走不快啊。 脚跛手拘不能操射，呃，这个瘸手啊，啊、呃，那个脚、呃，不方便，何罪所致？这是什么什么罪？佛说啊，以前世时，你在上辈子的时候啊，做为人也田行道安腔，就是做那个陷阱，做那个陷阱就捕兽。 然后在人家走的路上啊，埋伏设下埋伏，或安设科师张将景这是这是古字，或是说偷那个小鸟的鸟兽的巢，给人家巢弄坏了。还有呢，也就是用那个捕兽的网子，啊，那。 掠捕这些飞禽走兽，说施张降警」、做陷阱害，所以让众生啊坠落之后啊头破脚折，伤损非一呀、啊。所以你的果报当然就是这种瘸啊，啊瘸手啊，然后足有问题呀、啊，弯腰驼背。他说还有，还有就是常为。 狱卒自顾其身，不得免脱。还有啊，就是随便的打打别人。比如说你是呃当官的，好了啊，就会给人家刑罚啊。刑罚不是古时候的刑罚，不是比较残忍嘛？还有五马分尸啊，有没有？还有就是呃，就是刚刚有讲啊，把腿截掉啊，四肢都截掉啊。嗯，那还有是。 让家雅等等的这些啊，那这些做补呃做王补众生呢，龙系人畜，饥穷困苦，或为宅主令长贪取财钱，往系良善，怨酷昊天不得众意，故或私罪，这些都是怎么样？过去生过去世啊。 是用渔网捕众生啊，网子啊不一定渔网啦啊。然后有的是囚禁人家啊，囚禁让他饥饿啊。呃，现在不是也有一些很残暴的，把、啊、小狗啊什么,什麼这样囚禁起来啊，饥饿啊。那或是你是宅宅主，就是养养很多很多的那种牲畜啊啊，但为了是什么？ 为了就是要取他身上的某一部分嘛，然后来卖钱，那种啊，这些的果报啊，就是这些残缺不全不全的。那这个地方啊，还有白癞癫狂，白癞就是麻风病，那这个癫狂、啊、就有意思了。<laughs> 我们为什么会有癫狂？所谓癫是指癫痫呢、啊？ 就是有时候就会癫痫啊，狂的话就狂乱，就是疯了，意意识不清楚啊，这是一个常态性的狂。那癫的话还是有个时间性。世尊说啊，这个、啊、有众生或癫或狂，或痴或癌，也就是这种疾病哦、啊，它是有有问题的。他说这个哈、啊，众生啊，何罪所致？ 以前是十啊，过去生过去式的时候啊，饮酒醉乱犯三十六师。就是爱喝酒。上次不是有一张补充补充讲义嘛？啊，那有的经典讲十呃三十五师啊，所以饮酒啊，就会到这个果报啊，到最后啊会癫狂啊，因为饮酒的时候啊会产生很多。 很奇怪的，很奇怪的行为啊！那这里讲的这个饮酒有三十五失啊，有做给同学做参考嘛？啊，我们来读一下就知道，很简单啊。酒有三十五失，那先讲哦，如果酒当药，医生开的药配在药丸子里面，那是不犯的啊。那 如果说那个是一个助剂呀，要饮而已。那如果说你很爱喝酒，那最后神智哦就出了问题。这个地方啊，酒有三十五失，现是财物虚劫，现哦、啊，你料料都丢了，对不对？财物会虚劫嘛？人饮酒醉，心无节，现用费无度故，很清楚哈、哦。那酒啊，都要花很多钱。 就跟有的人是不是吃槟榔，槟榔跟酒跟烟，其实在这个界里，呃，沙到银妄酒是都同属一个界，槟榔也是，啊，那烟戒不掉也是，啊，这个那当然这里只讲酒，那第二个重病之门，喝酒是不是重病之门？我们还听过有一个故事啊，有一个爸爸很爱喝酒。 他、啊、这个爸爸很爱喝酒，结婚了嘛，生意呀、啊，啊，自己也爱喝啦，就他的老婆就怀了孩子，那老婆、啊、就怀了双胞胎，这儿子就生下来了，一、欸、对双胞胎的儿子。然后呢，在诶、欸、周岁之前呢、啊，呃，孩子很小，周岁之前呢，对症啊，对症嘛、啊，怎样？脱这个叫什么？疝气。 疝气嘛，啊，疝气就要开刀啊，啊，就要开刀啊，因为他爸爸很爱喝酒，他的他的遗传，呵呵这个呃，精子里面大概已经产了一些产生了一些病变呐、啊，不晓得，啊，就周岁之前的孩子要开刀，这开刀啊，医生打麻醉剂下去不好，那麻不倒，再打麻不倒。 再打，麻不倒，打了七针，这个小娃儿都麻不倒。阿尔玛生仔和活哥，活哥，然、哦、后这母亲真的是很焦虑啊。那麻醉要打到某个剂量，他开始叛起呢，对不对？ 祸害千年，<laughs> 祸害子孙啊。所以啊、哦，这个有的时候你怎么讲？我你们就是外代机啊，跟人弄无关。有的时候是这样，还始清脆。的时阵。然后真正有的酒品很差的呀、啊。我们听说有一个同学哦，真的、哦，他学佛学得好辛苦，因為每天晚上他先生都十二点一点回来，然后叫每一个就要站好。 <laughs> 开始骂阿外卖，如果有回嘴的话，他就开始摔电视，开始砸砸东西。反正你家反正呢，那电器用品就一天到晚要换嘛。阿妈没晒被修好的就对了啊、哦。然后每天要处罚要骂，然后就被过去拎，啊，那伊扭来扭去，扭来扭去，骂来骂去，摔来摔去，摔到挂电话一贴嘛。啊，这个先生终于睡着了啊、哦！全家每天晚上都要站这么一。 啊，你整的掉，酒品太烂。啊，第二天起来哦，要、啊、到下午两点才起来。啊，其他的孩子啦、媳妇啦、老婆都要去上班，人家是九点上班。那干部个果点话啊這，这一家大小才去睡，而、啊、这个妈妈又要扫除一下，多辛苦啊！啊，醒来他都觉得他无罪啊。 我不叫你卖捆啊，你先捆啊！<laughs> 我被蛋<等>我，<laughs> 你你就回来啊！一个一一个门一个门去踹呀、啊，他就要开始骂呀、啊。借酒装疯，还真的疯，很累呀、啊。酒品不好的人自己不知道，真的要摄影起来给他看，对不对？叫他不要喝，这种酒精中毒不喝不行的，他会很难过。 所以这重病之门呢，三斗争之本，四裸露无耻，五丑名恶声，人所不敬，六覆没智慧，七因所得物而不得，以所得物而散失，八忤逆之事尽向人说，这、呃、不应该说出来的话也都说出来了哈、哦。九种种事业废不成慢，十最为丑本。 是不是有时候借酒浇愁，愁更愁啊？其实他只是，他只是想要麻痹自己。可是酒会触发那个情绪，就那个触发情绪之后，他在最终啊，都要嚎啕大哭啊，理性也没有了。何以故？最终多失啊，行以惭愧忧愁。十一生力转少，十二色生坏，十三不知境。 不知敬父，十四不知敬母，十五不敬沙门，十六不敬婆罗门，反正所有人他都不恭敬的嘛。十七不敬伯叔及尊长，何以故？醉闷恍惚，无所别故。十八不尊不尊敬佛，十九不尊不敬法，二十不敬身，二十一朋党恶人，二十二疏远贤善，二十三。 做破戒人，二十四无惭无愧，二十五不守六情，二十六纵色放逸，酒后会乱性嘛，对不对？二十七人所憎恶，不喜见之；二十八贵重亲属及诸之事所共摈弃，就是真的亲亲朋好友啊，善知识都不会想要跟他来往啊。二十九行不善法，三十。 弃舍善法，三十一，名人志士所不信用，何以故？久放易故。三十二，远离涅盘。三十三，众狂痴因缘。三十四，伤坏命中堕恶道泥犁中，这就讲堕地狱了。三十五，若得为人所生之处，常当狂矮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当人的话，是不是会狂？ 啊、嗯，如是等种种过失，事故不盈，所以呢，不应该，这是这种一天到晚用用酒来麻痹自己的。下面这个偈我们就不再念了。同学这样知道哦，原来光一个喝酒，世尊就帮我们弄得很清楚哦，酒的所有的过失都有了。说一个故事给同学听啊，有一个有一个男众哦，好，因为。 以前呐、喔，就是冷啊，有的人呐、喔，父亲喝酒啊冷啊，啊，这囡仔细细喊来讲：“来？爸爸教你，我看过这无？好，爸爸教你，你啉落，啉落十块，讲这个教育啦。啊，这儿子讲，正经应该以为着去十块，看他拎落去啊！爱着看这囡仔嘴啊，嘴茫茫那走路平平平，哦，家己感觉足好耍诶。 我这中告有啦，孩子干嘛做啊？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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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明仔再来十块，啊！这个孩子啊，倒是好玩，还是无知，还是怎么就喝了？哇！就睡啊睡了睡了睡了，到长大他这、就是真的真的是酒海英雄，从小训练的，那就是每天喝酒，每天喝酒，啊，就是酒就稀松平常，而且他的观念里面呢、哦。 他观念里面是酒哪有什么不对？我祖上都啉个大，我爸爸都这样喝啊，这是英雄，他觉得這是英雄气概。他娶了老婆、啊，那他娶了老婆、啊，啊、每天喝酒、啊，那这个老婆就劝他不要喝、啊，那他已经忍不住了，他忍不住酒精中毒，不喝不行。那有一有一阵子、啊、他就没钱。 啊、哦，因为这经经济有点，有点呃，是有点问题。他、啊、这老婆就给人家车鞋子啊，车鞋子赚一点钱。可是他已经酒精中毒了，他生了一个小 baby。啊，这个老婆一拿到这个工钱哦、啊，就赶快啊去买米、买谷粮粉、买就是买日常生活的用品。可是就不能够青菜买一个月啊。 好、哦，可以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可以买，尿布也可以买，就是没有办法买菜。他每次发酒疯啊，就是那个、那个、那个酒精啊起来的时候，他就一定要钱，他就拿刀就抓着他自己的小孩。他不是抓，他不是要刺他老婆，他抓他的小孩。你紧到底要给好我不？ 我我都在堵死。要不然就要从二楼这样给他摔下去。这个老婆真的是，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啊！还只好钱就乖乖的交给他，他就去喝酒，每天就是要这样喝，真的没钱、啊。结果这个老婆去扣喷，也去扣喷，口有喷烫了，今晚无。 什么储雨啊，对不对？他就去，因为奶粉有了嘛。可是他实在没有办法，他实在饿，他也没有钱，他也不能去跟人家讨取什么东西，他就只好每天都守着他孩子，然后就晚上晚一点的时候，他去收桶，去捞看看有没有东西可以吃，就这样过。然后这个先生就。 每天就是要钱，然后因为他已经酒精中毒，就是从小的砸抠来的啦。从小的哎、欸，你包包给你砸抠，就對了。到后来呀、啊，他已经没办法工作，皮皮错啊，皮皮错啊，酒精中毒。然后他这个老婆实在是太辛苦了，嗯、是不是？是不是很辛苦？他觉得他这個是业报啊，真的是业报，嫁了这种丈夫。 也没办法，到有一天半夜，这个老婆只好带着孩子，真的是离家出走啊！离家出走哦，所有的人呢、啊、就开始要要他的那个朋友啊，这个男众的朋友，婆家开始要追杀这个女生啊，追杀他，对吗？尾胡啊，古早告这啦，今嘛无啊，尾胡啊啦。 什么的什么的，必抓抓大出来抓贼出来所以喝酒有沒有恐怖？嗯、这个是现况，我们所认识的一个人。后来听说他摔死了，这个男众摔死，因为他還去跟人家偷啊，跟人家偷啊，二、嗯、隔壁的、呃、三楼爬墙要去偷别人家里的财财物来变卖来买酒喝。 啊，让看到啊，看到一滴话，好，结果啊，一紧张失足坠楼而亡。所以喝酒喝到这种程度，你要嗯，你要保证这这这家家里的经济状况能够长保，你永远喝啊。那喝到那种程度，自己妻离子散了，然后自己最最后呢？ 也是恨死啊，对不对？他、就是、说啊，喝酒没什么，那要看你怎么喝，<laughs> 有没有心智都丧失，这是不是就是癫狂？你这种状态，来生来世是不是就癫狂？自然的道理啊。然后这这呃，诸根玩具院里面呢、啊，这个药师如来啊，说啊所有前面的这些这种众生呢、啊。 他的种种病苦，闻我名字之后呢，闻我名以一切皆得端正侠慧。为什么能端正侠慧？是不是从心里面去了解？如果我们自己知道，我此生只是有这么个病，这种疾病，这种报，就是我过去生过去世没修嘛。所以你在过去生过去世的这些东西，能不能成为你修行的动力？会。 如果你好修好好的修行动力，这个整个生命再继续走下去，是不是會得端正侠慧？是不是会这样？所以诸根会不会顽具无诸疾疾苦？这不是在讲一世啊，这经典里面讲的，就是指一个长远的路线。那药师佛都是这样救度众生，他让你知道你的疾病是为何而来，告诉你原因。 那你只要听到药师佛的名号，当然就知道他的叫法了今天如果我们核实说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只是称名，趁这个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你是不是会直接把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所有的一切的法要，那他本身所证得的功德力，他本身的自在圆满，是不是全部纳在里面？ 那我们当然会念佛的人，当然就是我对于这个佛的教法，他的慈悲，他的所有一切相应，你才会念呢、啊。是不是听闻的这个名字，哎，它的内涵是什么？所以慢慢的自我反省，然后最后会修行，所以得端正侠会。那我们说真正要端正，要。 严肃己心呢、啊？我们要庄严呢、啊，要庄严整理自己的这个心，要让自己的这个意志啊，能够清净。所以制止三毒，不做重恶。那如果你能够这样的话，虽然你有过去的那些业报，但是愿力大过业力，你愿意修行。 过去的东西拉到现在，果报已经报得，但是我好好修，我好好修，自然这身体上的障碍，啊，不要不能说它马上不见，但是你心理的健康，行为里面的正确，到最后就如日出一样，那这些所谓云雾啊，过去的这些阴霾啊。 也都会消失于无形，所以无诸疾苦。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讲啦，无病第一利啦，对不对？人哦要好好修行啊，修行是没有人可以替代。